我电脑已经快炸开来了，它硬碟已经快爆满了。那韩国好玩吗？就是比较便宜的台湾。有比较便宜吗？嗯，日本比较贵，韩国比较便宜。但我觉得日本价格比较贵，因为日本就是脸太严重，真的蛮便宜的。我们住一晚才1000多块台币。食物嘞，食物应该也很贵。Oh,